刚收工约 friend 打边炉，唔想 OT 为公司操劳，傻佬日做夜做就快死，我又想夜蒲，今天我在逃，唔鬼想做，好煎熬，就爆煲，极速感逃，还是能办到，提升速度。被人望到，忙碌咁做，连夜曾做到头晕呕吐，九秒十秒就快是神都，收工吃喝玩乐去放松，冇烦恼 ，just let me go， 就放公式电脑，没有一些烦躁。今宵暗数。